这树啊，若无日头啊，树啊会死呢。啊，树啊若无水呢，树啊嘛会死呢。啊，所以各位学会要，我们要念一下来，解放自己，融入世界，融入众生，合为一体。再背一次，消除个体，融入整体，合为一体，没有分别啊！啊，你现在你就分别，师父，我好寂寞，你爱一个条啊，怎么会寂寞？你不爱条啊，你不爱鱼，你不爱猫，你好色，只想找男人，所以你寂寞啊！啊，你执着，那你就很痛苦啊！师父，我儿子没回来，我心脏快裂开了，流浪狗给你 ，OK。他在流浪，缺一个妈妈嘛，那个叫狗起来的好啊。但是你执着你儿子，我没有看到他，我心情很不好。那你就是造成自己痛苦，而且给别人压力，那你也不慈悲嘛。佛陀成道，佛陀遍一切处啊。佛陀是一个真理的生命，佛陀是没有生没有死的，佛陀是示现成跟人的形象一样。来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啊，所以各位要觉悟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每天呢，哇，感谢三宝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六道众生，大家最后都成佛啊，啊，世界都变净土，友情都成佛，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，好不好？高雄人扣令啊，这个你要这样想说，这是我。做一个人的责任，做高雄人的责任，啊，高雄的素食店要越来越多，高雄的佛教道场要越来越兴盛，高雄人大家都在信仰佛法，哦，相信因果，慈悲帮助老人，帮助病人，不要去要求别人，然后进户你要对我什么，起定你要对我什么，这是要求别人，大家都来做起定，好不好？他们家在走，他们不用落台，不用算，负起你的责任就好了，在你的范围之内，努力的负起你的责任，努力的去实践，默默行善，不要去跟人家争权夺利了，啊，少欲知足，过得很快乐啊。所以第五十一，我们了解佛的伟大，但是呢，却看到自己的渺小。哎呀，我很惭愧啊！我规天我都在贪嗔痴，自私自利，我搁在吃猪吧，我搁为别人辛苦要讲赚钱啊，我搁在利用查甫人啊，自己要想想，很惭愧啊。所以呢，因为贪嗔痴、身口意、自私造恶业，而生老病死、轮回苦啊，所以赶快来，莫怪别人，怪赶快来爱忏悔，爱怪自己啊！啊，进一步爱消毒五浊啦，我就是接着我的艰苦啊。进一步，这个艰苦，让你替我自卑啊！哇，比方台偌艰苦，你即马艰苦算什么？啊，过方管啊，后放火偌艰苦，你即马高血压在算什么？你要想讲，咱过去和众生还能艰苦，咱生出惭愧心，生出自卑心啊！进一步，愿代众生苦，希望众生拢离苦。哎，发起一个悲愿心，忏悔都要发愿，忏悔除了断一切恶，唔当阁犯啊！哎。卖个美人好唔好？高雄人拢美美人，佛教徒永远笑笑啊！你要学习佛教徒的这种人格特性啊，啊，你要感恩一切啊！所以各位，我想忏悔就是决心断恶，不再犯同样的这些身口意的恶业，决心不再伤害众生，决心去服务众生，来学佛爱众生。学佛度众生，学佛让众生成佛，要发起这个愿。你别再说，哎呀，师父，我都没读书，我不晓得，啊，那个不晓得，赚钱那么厚，没人那么厚，啊，那人就修行不要找借口，因为佛陀讲了，众生皆有佛性，狗也可以成佛，对不对？恶鬼道也可以成佛，哪有什么借口呢？这个佛性是你具足的，哪有不会的？你本就具足这个佛性，你只要不要贪嗔痴啊，你只要开始慈悲，那就找到你自己了。所以不要找借口，要发愿来念一下，当下成佛，用佛的心来做事就好了。虽然我们现在肉体福报还
还不到那个阶段，但是用佛的心来做事就好了啊。因为呢，佛性是大家具足的，这是佛成道。哎呀，众生皆有佛性，只是因为你的无明妄想啊，执着把咱卡掉呀。业障的本体也是空性，也不要一直怪业障啊。你现在努力就好了啊。所以各位要这样了解。第四，忏悔。所以各位，钱无去无要紧，有福就好啊，是不是？翁无去更加好，念佛较要紧。所以没有什么关系。医生讲你破病倒咧眠床，阿弥陀佛，正好念佛，无怨无悔。所以不要被境界影响。修行不是在求健康发财，健康发财是为了利益众生才需要健康发财。啊，这个随缘就好，但是不要去攀缘呐。所以走到哪里，你就是道场，慈悲就是道场，智慧就是道场，这个也比较重要。所以希望今天佛陀成道日，各位决定成佛，好不好？你想，当下即是永恒。对，今日开始，甲死，甲今未来者，拢过今日的生活，好唔好？对，很简单。这个还啰嗦吗？我今日不爱食吧，明仔大开杀戒。那你这个人是自私在修行的人了。所以八关斋戒直至永恒，慈悲心直至永恒，这个才叫菩萨戒。所以各位要做菩萨不？爱发菩提心，受八关斋戒，不是发自利的心态。阿罗汉是自私自利的，叫骄牙败种。你看，为了自己解脱生死的修行，骄傲，那没意义啊！哎，做这个菩萨，众生的轮回拢是我的责任，众生拢离苦成佛。啊，我的艰苦轮回才停止，你要慈悲啊，你要报恩啊，要精进啊，不要停在那种哎呀我解脱就好啊，我不杀生就好，我不吃肉就好，这样不行啊，众生都卖假吧。所以咱来做较侪免费慈悲便当回家。哎呦，我来假寿司，我吃了我本来头壳疼，今日拢好去，后摆就吃菜啊。啊，我本来腰咧酸，吃一顿啊甘露寿司，嘿，安内较袂酸。哎呦，明仔再搁食看卖，后日搁食看卖，拢袂疼呢。哦，主宾都袂听，然后伊买去假寿司，所以咱利用各种方法去弘扬佛法。佛教是免钱的啊，佛教是免钱的啊，啊，真爱钱吼、哦，佛教会叫你害死人的啦。迄支牌啊，十块，迄支牌十块个俗个一万，哦，迄纳古塔三十万，那佛教完全死去，佛教拢足现实的，佛寺起卡大经啊，善车人个足善车，哎，这是来检讨的。啊，所以各位讲，我们佛教要发展，要发展佛法，而不是那一种金钱的佛教、买卖的佛教。所以各位这一点，你也要端正，慢慢去影响。佛教是要真理，啊，是要慈悲。所以在这一点呢、啊，佛法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在树下成佛？哎，他不执着一切，他放下一切，真理在他心里面。佛法在心里面，在内心完成的啊！千万各位也不要说，哎，人家巴结你，你才要来学佛啊！那到时候他就会利用你。那有钱人就在盲目在佛教里面做功德主啊，而不知道佛法是什么，那不是很可惜吗？啊！所以我想各位呢，要抓到重点啊！你今日八关斋戒意思你怎样？那八关斋戒就充满了佛法的一切，有信因果，有出离心，有大悲心，有菩提心。啊，追求空性，这就是当下，就是当下即是永恒。所以用你的身口意去影响你的家庭，影响你的公司，影响左右，让佛法恢复佛陀的本怀啊！大家来按照佛经去做佛教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替众生忏悔啊，替现在的佛教忏悔，希望大家都恢复佛法的圆满的清净。啊，不分你是什么教派，你要修解脱道，你好好修解脱道，我们随喜，你能够证阿罗汉最好了。啊，有证阿罗汉才知道啊，阿罗汉也不就近了，然后再来走入大乘佛教没关系的。啊，所以第四三个怎么样？世间迎请三宝万灵，三宝正门万灵卫护，今则垂慈降临，遍满法座。首先应悲恳摄受忏悔往迁，使我们身口意三业无污染，方堪受戒。我今为汝等举忏悔大经济，汝等听我之言音，心想忏悔经济之义理。来了，重点来了，决心发誓改往
修来更勿再做诸恶业。各位一定要改变自己，改变自己才能够影响别人啊。老爸老母呢，卖跋筊啊，囡仔就别爱跋筊啊啦。老爸老母呢，卖骂人，囡仔就袂骂人啊啦。啊，老爸老母呢，用慈悲心，囡仔就讲，我有这个爸母，我足欢喜啊，你也感动，也用慈悲心去做人啊。所以我想各位一定要，你改变自己，你为了要帮助社会、影响别人，要从自己做起。你净化自己，你自然发光啊！你发光，别人就会追求你这个光。所以佛陀说，虽然我们要度众生，但是我们要净化自己，我们要圆满我们的空性。有了圆满的空性，你就显现大慈悲，因为你看到的真相，众生东西外北部。所以来各称自己名，大家请起立。我们用念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下午我们再来虔诚拜一拜忏啊。那各位要想好哦，咱什么所在做唔对啊？啊，咱一定要改，卖贪心，卖个生气，卖讲人是非，爱信因果，卖傲慢怀疑，爱大刚保持慈悲微笑的脸去面对各种逆境，不要用自己凡夫的想法在做事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，爱用观世音菩萨的循环，用阿弥陀佛的循环，一定要有这个决心，求佛加持。来，一起念：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。今对佛前求忏悔，问讯。第二遍来。往昔所作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，一切罪终皆忏悔。第三遍来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。一切罪根皆忏悔，我们加念一遍啊！替向北部作声，向完成这主，代替六道众生求忏悔，愿众生的痛苦业拢给我，我来替你忏悔啊！咱无可能要求老爸老母来去忏悔，咱做子孙来替伊忏悔，向完成这主买原谅咱，而且加遐尼友好吼。啊，讲要替因爸母害命害济，伊嘛你也得到你的感动，啊，能够做功德好伊啊，所以我们来替父母众生忏悔，来，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，一切罪根皆忏悔。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，南无普贤王菩萨摩诃萨。大家请坐。第五问真难。善男子、善女人等，汝等忏悔往业寂静。虽然我们忏悔的时间很短，希望大家多一点思考、反省。我这个人哪里不圆满？也问问周遭的人，让你的先生、太太、儿女、亲戚、朋友看到你的进化跟改变而欢喜。你做爸爸人本来很喜欢赌博啦、爱饮酒啦，那你学佛啦。我们去拔掉，能够饮酒，我得好好啊，顾厝诶，啊好啊，上班，啊好啊，来理社会。你的儿子想到你都会感动的哭啊，啊，老爸就安尼啊，啊，我哪会使去做不好呢？所以各位用真理、用爱可以感动别人。我们大家都被释迦牟尼佛感动了，我们大家都愿意跪在佛前忏悔、皈依三宝啊。啊，我们进一步要学佛去爱众生，要忍辱慈悲啊！所以我想各位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很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佛陀加持，我的脸较固的啊！啊，小那个你巴一下，卖个骂人啊那呢？这是无法度的，这是老母疼你啦，不敢安尼啦！啊，怕你再去做小偷啦。所以呢，那各位目的就是希望各位进步。
改变，而变成一种承担责任。啊，咱高雄